提阿菲罗大人呐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书说在我们中间所实现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又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。 我也想按着次序写给你，要让你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。 在希律做犹太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，名叫撒加利亚。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代，名叫伊丽莎白。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和条例，没有可指责的。只是他们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执行祭司的职务。 照祭祀的规矩抽签，进到主的殿里烧香。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。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，向他显现。 撒加利亚看见，就惊慌害怕。天使对他说：“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。” 但酒烈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，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将由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走在主的前面，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迎接他的百姓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。 我怎么能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他说：“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遣来对你说话，把这好信息报给你。到了时候，这些话必然应验。只因你不信我的话，你会成为哑巴，不能说话。” 直到这些事实现的日子，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在圣所里迟延那么久。到他出来，却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圣所里见了异象。 他只向他们打手势，因为他成了哑巴。他公职的日子一满就回家去了。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就怀孕，隐藏了5个月。他说：“主在眷顾我的日子，这样看顾我，要除掉我在人前的羞耻。”
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到一个童女那里，她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。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她说：蒙大恩的女子，你好，主和你同在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考这样问候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她说：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你要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将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主神要把他祖先大卫的王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我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他说：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，因此那要出生的圣者要成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现在怀孕六个月了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：我是主的使女，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。于是天使离开他去了。在那些日子，玛利亚起身急忙前往山区，来到犹大的一座城，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向伊丽莎白问安。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，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。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，高声喊着说：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，为何这是临到我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玛利亚说：我心尊主为大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。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，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做了大事，他的名是圣的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他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，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身高，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不忘记施怜悯，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，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，然后回家去了。